开心吗？今天我也工作不忙。Hello, hello. 我们今天在拍摄 vlog film， 彩妆法已经完成了。今天北京打工的第一天，正式开始了，加油！今天又有新的剧本。白雪，如果有时间，还嗯，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So I can't stand to see you, to feel you. 今天的角度带的比较好，技术带的比较好，就是看的动作稍微再大一点，其他没有的看的。好，可以了。第二天开早工，心情咋样？今天应该很快收工了吧？美好的期望。不错，那可不。冰蓝四次调了好几个小时。四次，我的腰会坐断的。啊，困啊，没睡好。不仅是对年少心动的那个人重逢吧，也是和故乡的一种重逢。我觉得这是更加是一种情怀的表达。人生的哪一个时刻会觉得能够做演员还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？我觉得很多瞬间都很幸福，体会这个角色的悲喜，感觉不是在演戏，不是在拍戏，你是真的在经历这个人的一切，那个时候幸福感是很强的。已经是老咪了，老咪，对，它是十年前我从通州捡的。哇，你也是